孙策，小妹对，今夜做梦也会笑，不是这对吧？搞错了吧？那个是前夫人吧？小妹开始回收石头，嗯，汤吼，来，不行，我要复仇。哇，他把我新珠天降掉了，为什么？偏偏要天降掉新珠。可以，我来了，来了。我觉得这对不要卡新珠的方法就是，你消五颗新珠，这样你至少会天降一颗强化珠，比较有保障一点了。我自己觉得，你看这时候就没有卡新珠，对不对？嗯，没错，所以应该要这样玩才对。嘿，哦，一坨，嘿，找到这队的玩法了，五颗消，是不是？即使我们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中，我们也可以生存，只要记得五颗消就行了。厉害，继续下去。一线趴队，什么一线趴队？我看一下哦。好，OK， 哇，没问题，就这样子过了，没问题。第二关，哇，一线队伍果然就是一线队伍，怎么会有骷髅？敌人怎么会有骷髅？嗯，汤吼，我们一定要带走他，气死我了！好像有点危险了，现在是不是有点危险啊？现在，这个天降，我想带走应该是没问题吧？24。哇，果然是一线强队，太棒了！第三关了，是不是？哇、哦，哦，被打没有骷髅，轻轻松松，简直在羞辱地狱级啊！这一队还可以解两成就，这个一线队伍果然是做球地狱级啊！做球给一线队伍哎、欸，这样真的有办法？就叫大家去抽卡是不是？没有这队真的过不了哎、欸。所以，真的大家一定要抽这一次的系列，没有办法，这一线队伍实在太强势了。蹦蹦蹦！哦呦，快死喽！回个血。好，像这时候卡心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利用我们最强的队员小妹帮你。换版面，没错，帮你的人生重新换个版面，然后就发现、哦、没有卡星了，太神了，小妹绝对是神队员，打从心里崇拜小妹，果然是神救援的队员呢，天哪，就这样带走了，这样真的可以吗？这队这么过分，好，接下来强化猪是吧？完全没问题。一线强度就这样子打过去，21 combo， 天哪、啊！哇！有听到那个声音吗？就是胜利的声音，好吗？要过啦，各位，溜起来！哇！要一线队伍的强度才有办法比较轻松推这个地狱级哎，那真的没。真的设定这么难干嘛？大家好来好去嘛。只是想让新手拿到这张卡片，真的好难哦。我们要用这么一线的队伍，哎，这真的没问题吗？啪啪啪的声音，就一堆爱心，有没有？什么？生命力越低的时候 ，OK，
我们星星的打他。想要越夸张了，居然有600万的生命力，怎么回事？这真的没问题吗？这个设定，快疯了！好，来了，神魔小妹终于要发挥她真正的实力了。哇，一个手残，哎，带走天降，太好了，天降都是21了，带走他吧。飘飘飘飘，哇，有没有看到？都是小妹的功劳。哇、哦，还有最后 boss， 了不行，一定就是小妹。小妹就是本场的 MVP。我们看一下，神魔之塔好好玩。神魔小妹好好玩，到底有没有办法玩出很多水珠呢？给她最后一次机会，最好是超过6颗水珠哦，拜托你。好，这个版面算了，她努力了，越转越少水珠，我到底在干嘛？浪费人生吗？哦，没有任何天降，太棒了！最后切个史莱姆，泄愤，泄愤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超级不会切这个的。嘿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的吧？没问题的吧？小妹，拿出你的爱心来！小妹的胜利，好吧。大家聊天室，小妹，什么小妹好好玩，刷一波，双成就，哇！百姓，哎、欸，百姓来了耶！可是这是真的百姓吗？他没有那个扳手，哎，有扳手才是真的百姓，还是你是真的百姓吗？临时通关，哦，一线队伍终于发挥他的实力了。